确定行动，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，一场硬仗。所以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，打起精神来，平安回家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出发。 我们生意哪善呢？还六名士兵不够，不但这命。行，走。大队长，掩护！我想把其他的人质全都救下来，你有什么方案？8个对150，你们有把握能赢吗？